这市场偌大只？就拄仔安尼吼，23万人，七成是海洛因，一个月9万，啊，一年12个月，1700亿。小麦的市场是1700亿，啊，若加上遐二级毒品吼，超过2000亿的市场，这是讲消费市场。啊，若中盘吼，一半1000亿，大盘佫一半50亿，500亿吼，啊，进口的250亿，因为伊要赚钱嘛，偏偏这个用进口是100%的话，伊要卖出去就甲洗一届，拢叫洗吼，套一寡物件落去。中一杯出来，一杯变两杯安尼吼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就做洗，你要第一届就洗一届，啊，洗到安尼就变做讲，这市场是超过3000亿，哦，你要看这是超过3000亿。啊，你即卖警察的预算有偌济？我讲一个概念来讲，迄年八98年时，国防预算吼是2900几亿。啊，这是比国防预算搁较大嘞。啊，你预算，你警察偌济预算要去掠这个？敢有可能？你敢有可能比国防预算较济？啊，较济你嘛不一定掠得了，吼、嗯。所以这这边来处理这个，鞭刑啊，这样。鞭刑，敢有效？对，对犯罪人一点吧。啊，这种啊。即种吼，美国吼，你看迄即摆战争吼，即、這个阿富汗有美军伫遐，10万美军伫遐吼，伊一年死偌济人？战争死2000，伊当初我写这时阵是2500个，迄年一冬啊，因为烧钱的关系，死2000几个。啊，若是讲美国的后花园吼，即、這个墨西哥啦，迄年。你知影毒品的，因为毒品的黑毒饼、黑毒饼白毒安尼吼，死偌济人知无？6500几个，加阿富汗加2倍，啊，大约你烧钱？墨西哥是真正咧烧钱，迄是杀人是，连美国的迄个驻墨西哥迄个使领馆人员，当街都被枪杀，啊，美国发抖，没辙。啊！伊个总统什么卡雷罗什么唔知吼，派13万的军队去甲，讲要去抄遮个吼，敢有法度？一年比一年死偌济？啊，变啦！你连穿都无法度，你甲压着都无法度，用鞭刑够好？讲好无啊？这条美国无法。啊！你反正吼，迄年吼，关于建业预算来100亿。啊，法定总额是54000个，所以关一个人平均的费用是18万，只要无算迄个租金哦。啊，即个好食好住啊，好用安尼。啊，当然多关了9000多人，以算54000啊，加关9000几个，是安那？迄毒品再犯率太高了，高上多。啊，即内底吼。只有40%是食毒的啦，还有20%外是无钱买毒品去偷去抢去劫的。所以，这个人吼，6%是跟毒品有关系啦，36000人。啊，费用是只有64%也跟毒品有关系，你只有64%。啊，其实若是讲，甲遮个一个办法来讲，甲遮个，日本时代有迄种鸦片吼，公卖，鸦片政府提供安尼吼，啊，这其实会当比照办，就讲你着病院嘛，共款免费提供这吼，规去免费啦。我甲算过啊吼，一个人一年大概爱5万块啦，啊，关一个人爱18万，啊，你若讲免费提供超5万块啦，安尼。啊，若全民健保安尼吼，超过36000个嘛，超过18亿。啊，你拄仔关爱开60几亿，啊，即摆若讲，互伊食免钱去
去变面安尼吼，十八个就解决了。啊，我是建议讲，哪会当减内干嘛遐个意思嘛？减内30亿过来，成立一个基金吼。啊，这个基金是甲病院结算，做一个结算的机制安尼吼。啊，你去遐食免钱，啊，这个基金来甲你算，甲伊病院结算。啊，安尼会当减什么？因为伊无经济压迫，伊就免去偷去抢。社会顶是减20-30万的这个财产犯、小偷啦。啊，若减20-30万的小偷，你讲这个社会较和谐的，治安会较好些。有较好些。因为你咱看一个问题来讲，你高血压、糖尿病啊，是讲什么？这敢治会好？够人治好，咱控制尔嘛。其实你即个当作病人吼，伊嘛是控制。你咱提供即个免钱的，伊敢在去学饲的？伊就袂去学饲的嘛。我着你食免钱的，你去学饲吼。学饲的爱钱还佫输，警察佫会抓，双层的风险。所以大家嘛会走来遮，去伊去治疗，5万块就算。因为即个海洛因吼。实验室可以生产的，啊，实验室生产的物件就凶啊，所以5万块就算。啊，这个若进口吼，无就进口来吃，进口进入，啊，进口伊无风险的话，迄个物件就俗啊，伊袂安尼，爱抬头的爱，迄成本就真贵啊。咱若讲进口的，咱合法的，伊就，他就，迄费用就降低，所以5万块就我就解决这个。安尼，感觉阁有安怎？甲这两项怎？啊，过来讲，即个是安怎讲？减内30亿啦，因为有一挂人外口人嘛会来食嘛，自首的啦吼，会当卡无这自首。啊，即摆这条钱会走去倒位？走去地方的第七医院嘛，地区的医院，啊，第七医院就会比较发达，无伊就走去国企。嘛，即有差别只吼。啊，瑞士的试验结果讲，2-3日了吼，有3/3的断联。因你甲想啦，伊本来食乌饲的吼，警察要抓，还有经济压迫，也有压力。啊，住这也松快，有快。啊，你即摆若是咱病人的时阵吼，去啊，护士甲你住安尼吼。感觉阁有快感，啊！逐工去遐住一下，住2-3届安尼，我看你无快感啊。所以有人因为安尼一届，啊，实验的结果是少1/3的人届，啊，另外1/3的人就是用这个美沙酮吼，啊，另外1/3的人继续食海洛因，迄伤重，安尼吊太重，解不了，继续吃海洛因。啊，无要紧啊，你就当作病人共款，有个人嘛是终身的啊。真侪病拢是终身的，就是药物控制。啊，其最适当时要做是，以实验15天，啊，公民投票安尼吼，68%人同意这件事。啊，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？你感觉内底减一半人，迄表示啥物话？减是表示你法院内底嘛减一半案件，表示检察官遮，表示警察遮，拢减一半案件，啊，就代志袂遐济嘛，所以得以其他的力量可以办比较认真去办一些比较重要的案子，较实在案件，安尼减少压力。减少原理，我买单减少这个艾滋病。因为你即马乌市讲真多感染艾滋病，看来你便宜的时候不会有这个问题。艾滋病吼，迄个97年时阵感染艾滋病3399例啊，要因艾滋有2400
463例，降半是70%。啊，到尾有14每大宗之后降低啦吼。你若讲2462例吼，伊每一个人爱20000一个月，啊，所以每个月差不多爱50000几块的财政支出啦。啊，平均一命33年啦，啊，就爱190几亿来饲一年。一年的感染量，都要开100几亿，你个想，安尼累积呢？安尼前面医疗化就可以不用共用针头，所以你这艾滋病来，这一个路就会减少艾滋病。啊，世界卫生组织讲这一本比是1:12了。比如说投入1块钱、哦、可以赚12块，而且可能要不算咱家的社会成本，那个算下去，你要想这一本比会多少？几大种？应该是，那安尼客观个看起来是应该是会使。啊，这个财团法人要毒瘾医疗除以基金吼，伊一年拨30亿吼，啊大概300亿个基金也都有够。啊，这个财团法人伊除了说跟医院进行结算之外吼，因为他可以累积经验，累积这个要毒品这个公卖还是讲。免费提供这个经验，啊，这经验内当安怎？是内当输出，内当甲美国啊，是甲墨西哥交换一下意见吼，啊，提供技术甲资源安尼吼，啊，一旦会当，应该会当对美国有一寡好处，那是一种方法。啊，无因为实际上是证明，啊，若这安尼落去，你想，好奇的。无紧啊，拢家己开，拢家己好话好话紧啊。啊，咱遮免钱的，伊啊安怎？啊，到时安怎？迄市场是毋是萎缩去？乌市的市场就萎缩去嘛。安尼厝内是毋是来消费？大概就是，咱即摆拢接受，毋忙美国甲咱安怎？啊，咱嘛甲回馈一下，啊，就靠这個，也是啊。啊，再来讲一个问题，就讲健康环境甲健康人生吼。这个刘立学捌听过？刘立学伊讲，这个食菜啊，食这物件你也食唔对吼，你以后支出的医药的费用可能会比较高啦，比你买较好的物件会比较高。伊讲这个薰吼。甲对话关系，这喷目前是去创个干啥？喷目前是，虽然讲台北市有分类嘛，但是到尾拢是提烧，啊你烧都爱冷链嘛，啊你佫产生二氧化碳，啊这是对大家是其实是整个环境是不好的。啊你若当改对话吼，台湾99年底时总户数793万几户啦吼。啊，平均每一户啦吼，加上餐厅、学校、旅馆啊、市场啊，再数字加起来吼，每一天大概5万公吨的厨余量。啊，有60%吼，会当做堆肥啦吼，啊，20%是这个易肥啦，收起来用水汤汤水水收起来变易肥。啊，可以改良多少的地啊？300坪的土地需要20吨啊，吼，啊，一家3000坪就只要200吨，啊，所以讲，这个会当改良的这个土壤啊，土地啊，大概有2万家，一天12000吨，啊，一年
乘以1365天除以200，2万多假。这个，这要做对会吼，人力要对来，叫大家去遐拗对会，可能无啥爱吼，因为对会真臭，啊，有一种人会使吼，遐食豆的，会当来食，会当来食袂？应该是会使，应该会当安排来食啦。啊，你提供薪水嘛吼，来食，处理这点。人力所需要的人力啊，就比如寄来人来，因为这堆肥哦，各地都有啊，吸毒人的各地都有，所以甲组织起来吼，做这条是应该是不厉害。过来这个，另外这个一本笔吼，啊无人去算啦吼，然后。看上片出来，算一条一本，这个除以这个一本，只有那真大嘞。啊，要来光化疗的事情，来大家捌听过？麻风病。啊？光化疗是这个，伫日本的一个宿舍啦吼，伊是战后吼，1951年了后，伊本来是中国租的啦。啊，中国就走来台湾，迄是留学生的一个宿舍。啊，走来台湾了后，啊，就中华民国摕台湾人的钱去买，的一个宿舍。啊，到尾文化，中国这个文化。